刷卡。来回信用卡请放。这个是二十的。谷物麦片不健康吗？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的购物车有点太小台了。很好吃哎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凡。今天这支影片呢，要来带大家看看唐吉诃德二店的特点在哪里哦。有兴趣的朋友就继续看下去吧。首先呢，二店的位置就在大马路的旁边，旁边有三创还有光华商场，位置非常好找，地下室有停车场可以停车啊，所以无论你要搭捷运或是自驾来都非常的方便哦。对，我还没用过。对啊，但是就比你早上拿的还硬。再用一点点，再放回去啊，认得啊。还有水豚这边认得，怎么办？水豚最喜欢泡温泉。水豚最喜欢泡温泉。这个是二十的，更久。更久啊？对啊，多八小时哎、欸。什么？不是小时吧？它是小时。小时吧，那十二八八半分钟了，十二分钟我就要换一包。但是它好像不是铁。二店的位置呢，在地下一楼。那跟一店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二店它只有一个楼层，可是它的总面积是跟一店差不多的。逛起来的好处就是你不用一直上上下下的，逛起来方便很多，然后整体的感觉就很像在逛大卖场啊，或者是全联，空间算蛮宽敞的。只是差别就是说装潢是比较活泼，然后卖的都是日本货。怎么样？你熊晚熊，晚熊怎么样？是薰衣草口味。对，他就想说哦，有另一个口味。狐狸也是薰衣草，而且兔子也是薰衣草，又健康，健康吗？这个是这是零食吧？这是谷物麦片不健康吗？这是零食吧？其实我觉得二店跟一店的内容物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就一些零食啊、日用品啊、玩具啊、肉品啊、水果啊什么的，那水果的价格也就真的是进口价，就是只能期盼口袋深一点再买咯。那逛到生鱼片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很好吃，可惜怕带回家的时候就坏掉，所以我就想说算了，先别买好了。啊，有一个差别就是二店它没有设置18禁区，哎，是有点可惜啦。可是我觉得。就是要做出一些差别吧，免得客群都集中在同一间店。卡通里会出现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看那种日本动画都会出现，霍尔的移动城堡什么的。霍尔的移动城堡啊，里面会有的、啊。日式团，我们拍到别人买的车，觉得我们真的是倍感威胁。等一下出现的玉米浓汤啊，是我以前无意间投了日本的贩卖机的时候喝到的，超赞，推荐给大家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说我希望可以在各个地方都放一点篮子，免得大家失控的时候可以得到救助，继续失控。哦，这边的草莓区真的超级香。然后呢，二店的结账区据说是为了要庆祝三手线，日本三手线有了30个车站，所以他们的柜台呢就是30个，然后店员也都是穿着铁道帽，很有特色哦。没有篮子了，放不下。太夸张了。硬塞啊，我们硬塞啊。我也要。没篮子啦，没位置啦。要买。可是它包装看起来很好吃。而且它是冬。独家进口，独家进口吗？好像又有点想象。对啊，他怎么没有随处就是放一个？不知道大家会失控。他没有。魔术大空间被制止了，我不好意思。好
那除了和牛串，还有推荐的？有，他也是吃的。没有，他们说后面的泡芙，大福还蛮好的。真的、啊？后面有的大福。那我也想吃和牛串。可以来，要先拿下。好，那我先去排队来。好，你有要吗？我要和牛串的。两串一起走。两串一起走。那一串就是。应该买两串一起吃吧。好，可以啊，买两串一起。就是他，给他一个华丽登场的音效。逛完了二店呢，我觉得从整体的风格来看，虽然两个店都是24小时的，但感觉二店主打的客群应该就是上班族啊，或者是家庭族群，而且又刚好楼上就是商办大楼，而一店的感觉比较偏向是年轻族群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。